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洛，来，那我们赶紧开始吧。Go Go， 好多年前想要玩一下这个龙珠版。那我在上一期除了给大家演示过耳环融合之外，那我私底下也把他们融合前的状态给等级提升上去。而卡利弗拉的话，最多只能提升到超级赛亚人二，至于凯尔则是进化成了 MBSK， 他这个英文缩写我还特地去调查了一下，叫做 Master Berserk 精通狂暴形态赛亚人的凯尔。不过他们两个人的攻击力数值跟融合后的相比确实是差了一截哦。那么这里纯粹只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好，那么总而言之呢，现在我们人已经到了二周目。 由于已经开启全国突建，所以我身上的超三悟空就会对我的神之石有所反应。所以如果之前已经有敲出这个道具的好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使用哦。对了，贝吉塔的话其实一周目就可以了，只是我那个时候不想给大家演示哦，因为要就一起来嘛。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神之石，如果点选下去的话，它会变成红色的超神状态悟空 Super Saiyan God。那我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贝吉塔，它也会变成 SSG。我感觉还是挺帅的嘛。而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你们把它的等级提升训练，会学到非常多好用的招式。 而随着等级的提升，也会进化成另外一种形态。来，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已经从电脑里面准备好了，就是这两只 SSB Super Saiyan Blue 超赛蓝，等级提升到55等就可以了。那么在这其中，他还学了一招叫做神之拳 God Fist， 还有 God Kamehameha。他这一级的威力居然比10倍龟派气功波还要多的30呢。我感觉现在我身上全部都是大招了，这各种形态这样玩起来还是挺新鲜的。那么我刚才也说了嘛，只要你们的等级持续的向上训练，他们就会再进化成其他的形态啊。但是我们这一期 开场基本上还不用太着急，虽然说已经到达二周目，但是二周目的原版剧情我们还是得赶紧把它过完，否则的话七岛地区里面的四五六七岛，你们是没有办法坐船过去的。首先二周目开场，我们来到一枝岛的这个位置，跟这个人对话，他会要求我们帮他寻找两块宝石。首先我们先去拿红宝石的部分，来到一枝岛右边。 这里冲浪上去，冲刺冲刺！这里之前我已经来过了，所以说路上的人，嘿嘿，你们看不到我。一路畅行无阻，来到了火焰山上。那么之前如果来过这里的好朋友们呢，可以在山顶抓到一只布萝莉。那么我打算之后应该会做个神兽篇什么的，所以说这里先不抓。那么直接径直走到最右边，会看到两只小狗狗。哎，你们不要在这边挡路啊！我们上前对话，对方派出来的是，哼，就一个小小的蔬菜人而已。来，接着吧，看我的 Speed Sword 零剑，贝吉特的招式里面有一个从手上发出光剑的一个技能。我记得无论是超赛或者是超蓝的状态下，在动画里面都有播出过嘛。哎，老子切爆你啊！嘿嘿，然后再赏你一个大招 ，Final Kamehameha， 砰！这让我想起了用这个大招去轰扎马斯的那个经典场景啊！再轰你一下，好，解决掉门口的这两位，进到山洞里面。哦，还有怪力，哈，我没有代班运工。好了，就让我的卡利弗拉跟凯尔他们学吧，反正在接下来的战斗他们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话说这个像素画之下的卡利弗拉，他胸前的那个阴影画得也太重了吧，这感觉都下垂了。<笑>那这里这样子往前推。 然后向下走，哎，应该是这样子往前。这里的石头处处都是陷阱嘛。到达最深处之后呢，捡到这颗红宝石卢比，紧接着返回原路，走出洞穴之后，使用悟空术直接飞回一枝岛 PC 的精灵中心里面呢，跟他对话，他就会把红宝石带走。哎呀，非常感谢你再帮我拿回另外一颗。而作为交换呢，他可以给我们畅通七岛所有的票。那么你们至少要触发到这样子的情节，你们才能够去七枝岛那边先去抓几点。如果说有各位好朋友想要收集的话，好，那么我这里反正宝石的剧情已经开了。 我就一口气把它解决完，所以我们搭船来到四之岛。而进入此地会遇到劲敌，他说你为什么要来七岛啊？什么什么的，我在寻找更强的伙伴。那么现在我所游玩的 V 7版在七岛这里确实增加了很多七龙珠超的一些角色。那么我也不确定等一下遇不遇得到，我们待会再来试试看。等我们先到左边的寒冰洞窟去，哎，是绕哪里？这边这里的剧情要把它过掉，记得好像会遇到一个四天王吗？先进到山洞里面，最好是保存一下。哦，这个是第六宇宙的弗洛斯特吗 ？FROST，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冰霜（Frost）。哎呀，糟糕！前一阵子这个美剧看太多了，我一想到 Frost， 我脑袋里面只想得到这一个。哎，不过这里的寒冰洞窟估计只会遇到这一只而已吧？哎，还有这个三星龙哦 ，SANSHENLUNG， 三星龙这个翻译实在是太直观了，连 GT 那一代的都有来收服三星龙，这感觉挺帅的嘛。虽然说下手狠了一点，随便一抓就把悟空的眼睛给抓瞎了。那么有三星龙，估计也有其他星龙吧。我看看，这里应该是从这边下来，不对，太久没走这里了，我都忘记了。我们走上面这一格，然后是爬这个梯子嘛，再走下面这个洞，顺时钟滑一圈。
然后捡起这一个秘传机07。不过身上应该没人可以学吧？果然没错，我看完是直接去抓一只阿垮比较快。我们再次回到瀑布，一进去的第一层，这里攀登上去，左边这里下楼再进洞，就可以到达最深处了。那么这里是原版套路，本来在这里会遇到的是四天王里面的柯南。我们先上前帮他们把这些坏蛋都打跑，去把我的 Super Saiyan Blue Godfist 直接锤死你，还有我的超蓝贝吉塔Frost 第二形态 Final Cannon。我记得他之前不是一拳就把他给揍飞的吗？那个画面真是大快人心。然后这里也稍微切换一下 ，Oh my god， 一起就把我给弄冰冻了，哪有这种事？去把卡利弗拉 Energy Bolt， 还有我的 Dynamic Kick， 不要惹我们大姐头，一脚直接踢爆你。事件结束之后，他们就撤退，他们好像是要去五只岛还是六只岛那边的基地。好，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岛屿出发，稍微补个血回复一下，紧接着我们到五只岛去，到达五只岛出来。那么在五岛这里腹地还蛮广的，上方有不归之穴，之后捡某个道具的时候会需要用到那。那么暂时不理他，都应该是走右边吧，右边会有一个基地啊。这个是第九宇宙的 Lavenda， 这个小狗太可爱了，收服一下。我记得第九宇宙的是狼人三兄弟嘛，我等一下在这里的草丛再遇个几只，看看是不是三兄弟都在这。我看除了那个 Lavenda 之外遇不到其他狼人了，是不是？我稍微冲浪到对岸去看一下，这里旁边还有一些草丛，这边可以遇得到。哎呦，这边就可以直接遇到御三家的贝吉塔。那看来这个版本果然是有安排出属于御三家让你直接去遇的。而由于之前我已经先用代码先拷出一些了，所以说这里我不需要啊。但是按照原进度来游玩的好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收服几只，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去融合雾吉塔或者是贝吉特了。然后这里又遇到了一只小狼人贝尔伽姆，哦，果然没错，连狗库都遇得到。来吧，多刷个几只。有悟空贝吉塔，居然没有悟饭呢，这里遇了许久没遇到，好，果断放弃，走。而至于这里前方五岛的基地，我没有密码，很明显我这里来错地方了，走，再到六只岛去。其实六岛的腹地也是蛮广的，那一样我也可以先给大家剧透，在这个最上方，如果你们人走到这里，会遇到第十宇宙的界王神格瓦斯。那么一样神兽篇的时候在一起做就好。这里是往下走吧，先到城镇的右边，这里的草丛我也可以遇个几只。这里就遇得到悟饭了，原来集中在五六岛的附近。除了悟饭之外，还遇得到巫普，这个是 GT 那一版长大的那个样子嘛？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帅气的？看一下看一下，这只是谁 ？Cabby， 哦，一样第六宇宙的赛亚人。但老实讲，当初打那个六七宇宙大赛的时候啊，都已经是第六宇宙的代表了，怎么不设计的帅气一点呢？反而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感觉这个震慑力有点不足。好，稍微遇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再到下方去，上把我的 Kevla， 我的 Bust Shell， 这一招怎么翻译啊？爆裂什么什么的。哎呦，这什么东西 ？GT 的那个路德大王是不是？看我不喜欢，果断不收服。不过这里好像只有遇到这些，还有这个小金刚 Sigma。 好，我们来到六岛正中央，这里有一个被密封起来的基地，但在门口的时候秘传机01聚合斩就可以把门切开，然后我们进去。完了，我好久没有走这个密道了，我记得是一个 N 字形的嘛，那就是先上，然后再左，然后再右，然后再下。嘿嘿，果然没错，不要小看我的记忆力了。哎呀，正当我们这里要拿走这个宝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不速之客出现啊，抢走你他妈的，不要逼我这里龟派气功轰死你啊。他说哈哈，我要把他带去皮大夫的基地什么什么的，又跑了。那没有关系，这已经是最后的剧情了，我们顺着原路返回。这一次我们要前往刚刚的五只岛，紧接着我们走进右边的这个基地里，把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喽。话说这里的迷宫我也好久没走了，要稍微研究一下。这里有个人，你这个皮拉夫里面的小妹子麻衣，麻衣讲，看我的绿光炸你，真不愧是女版布罗利啊！稍微切换一下出来吧，我的凯尔，凯尔也会用这一招嘛？虽说如此，不过同样在七十等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合体后的凯弗拉，数值方面确实高了很多。你看这差一差就差了快四五十了吧。啊，那我这里纯粹只是对妹子有爱而已哦，因为我想说我们本期只是过剧情嘛，就三男三女走一回。完了，感觉这里我要迷路了。好的 ，Energy Punch， 完蛋了，哈哈，宕机，发个 Energy Punch 就他妈直接宕机。哎呀，刚刚进去基地之前没有保存呐、啊，重来一次，重来一次。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妈玩的正爽，一个不小心就被惨遭现实打脸了、啊。好好好，算了，老子就不用凯尔了，还是使用我的悟空贝吉塔。我记得是往回走吧，往回走。这样子要小心不要踩到地板上面的那些滑板哦，直接下来就对了。嘎，这个 Lavenda 直接让我中毒，这是他的拿手技巧吗？毒气攻击、直接送你一个大炮 Godo Kameha 神之龟派气功波，赶紧趁机一下这个中毒的状态，还是让我的贝吉塔上 Big Bang Attack。 没了吧，是不是打完了？前方在跟这一位讲话，刚刚的蓝宝石就是被你拿走的，看我这里直接连续五下神拳攻击，老子暴气
直接爆死你。哟，我们拿回了蓝宝石，再来我们就是准备飞回异之岛，把这个重要道具交付回去，让它镶嵌在这个电脑上面。那么在原版的故事里是要经过这样子的发展，你们才能够跟宝石版，也就是第三世代的那些进行联机交换。那么类似联机交换的情形，我记得之前在演示火影忍者跟海贼王版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嘛。好了，那么所以我们二周目全部的剧情就到这里。那至于剩下的部分，主要是自由探索，我也稍微说明一下，主要是分布在五六七岛这三个地方，在这些地方的草丛或者是洞穴里面，可以遇到一些强劲的战士。那么我私底下也会先行一步去那边探看一下地形，而我们这个系列顶多再做个两三期吧，大概两期左右。所以之后如果我有发现什么比较特别不一样的情节的话呢，会再给大家演示一下的。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过二周目原版剧情的部分就先演示到这边。OK， 感谢你们，感谢各位 ，See you， 拜拜。